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庆祝耶稣基督嘅诞生。或者喺在场咧，有好多唔同嘅人，或者咧会有唔同嘅原因过嚟嘅。咁无论系咩原因都好，但好清楚呢一台感恩祭，让我哋去纪念耶稣嘅诞生，亦都系期待佢咧将来咧再次嘅嚟临。而家就讓我哋靜默片刻，為我哋好多時候忘記咗耶穌嚟臨嘅目的嘅原因咧，為我哋咧都係喺天父面前呢個眾民主咧，先向佢承認我哋嘅不足嘅地方。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私言行為上的過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众生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我哋同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降生唔單止佢嘅臨在，
更加重要的就是帶給人一個希望，一個愛的主動自己的原意是甚麼。那個原意呢，其實呢就是說當日呢個日照時間呢就會由那日開始呢由短呢變成開始慢慢開始長化，即是進入的開始。为此，我哋同声祈祷。上述所有的報告已經將在聖堂正門慢慢公開。
可以繼續咧翻嚟咧為我哋嘅聖堂服務。咁咧喺度再同大家講聲咧聖誕快樂。咁咧就另外咧一陣間咧會有一個新嘅喺我哋聖堂咧建立嘅一個義務工作嘅團隊啦。咁咧佢哋今日咧首次咧會係即係俾個禮物大家，歡迎大家慢慢嚟咧會有聖誕禮物收，記得要攞喎嚇。奇妙聖誕就喺呢一度嚟㗎啦。愿主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祷告。天主是一切美善的泉源，愿他在新的一年